看看新闻网。你看，就是咱们这个关系一下就处得近了。你要跟我好还是跟他好？你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帅。哎呀，我长得帅，我跟你是祖恩，你都不懂。对，你还有一个妹妹是吧？是啊。亲妹妹。亲妹妹。啊，你跟亲妹妹好还是跟小吕关系好？亲妹妹。跟亲妹妹关系好啊。那我就跟你好。那你过来呗，到我这来呗。对。舍不舍得？舍不舍得？不舍了。不舍得，那你就把他想个办法把他拉回去啊！你得说两句什么话呀？啊？咋的吧我？哦，你想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，你就跟我来一个 B-box 啊？就是你们俩比赛，谁赢了，我就变谁了。这不是变比武招亲了吗？哎，行，哎，看你估计。B-box 也是新学的啊，这就最帅了哟！把围脖摘了，哎对，真的，哎对，哎来给我，压力很大。衣服穿啥呀？第一次跟一个小我20多岁的男生，第一次共同追逐一个女生啊。会不会？我说实话，我真不会。但我又不想把你给输了，所以我就试试好不好？你刚才怎么来的？你教教我。不教。你再给他来一遍。再示范一次。你再唱个。你赢了。啊！我赢了。你输了，你输了，没打好。虽然我输了这场比赛，但是最后我还是赢得了小柳的芳心。那么事情到哎。给你妈放了。请你放下。啊。既然小柳已经这个选择了我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也不想在这里继续伤害你，这样我们先走了。希望你在上海的日子一个人且行且珍重。你咋了？再见。哎，来。